可能大家得心理准备啦，因为哈、哦，毕竟那个 MySQL 啊、哦，它是一个伺服器，一个 server 啦，一个什么呢？一个资料库的 server，所以呢，基本上哈、哦，它也没有那么简单，好、哦，所以里面可能要设定的部分呢，还蛮多的，好、哦，但是你如果会用的话呢，其实是相当方便。为什么？因为将来你可以把大量的资料哈、哦，集中在资料库里面。那不管是 VB 给 Excel 用也好了，或者是说你给手机 App 用，或者你今天是要架一个 server 啊、就是一个 Web 一个网站的伺服器啊、你也可以用 MySQL，或者是说未来像那个大数据分析有 R 跟 Python，其实也可以直接去什么存取 MySQL 里面的资料啊、所以之前有一个同学刚好他什么都学，所以他说哦，这太棒了，因为其实你讲到 Excel 跟 MySQL 之间可以连接的哈。网络上面还蛮少的，那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教过其他的，像 PHP，那我就想说，哎，那为什么不能直接把那个 MySQL 直接给 Excel 用？一般都是用 SS 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它同一家公司。可是问题是我们一般性的需求哈、哦，通常是跨不同的技术的，也就是不是说一套就全部都微软的，因为微软就是什么都要钱嘛。对不对？那很多公司啦，尤其中小企业，台湾还是以中小企业为主。大部分业主是希望说，哎，能不能给我一个，不要有一个费用问题啊，不然每一年都要缴保护费给微软了，而且缴的还蛮多的哈、哦。OK，我之前给各位一个数字，好像光台湾公部门哦，每年缴给微软就300多亿台币，整个台湾缴给微软就上千亿了。OK，这数字其实非常的可观哦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有些东西，哎，如果可以把这钱给省下来的话，可以做其他用途，哎，不更好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你会发现 Office 哦，很多公司呢也不买那个 Access 的授权，你会发现，像我们这边就 Office 哦，有 Excel，有 PowerPoint，哦，有 Word，但是就是没有 Access。为什么？因为 Access 第一个，它很多地方的功能好像跟 Excel 其实蛮重叠性还蛮大的，对不对？那第二个的话，它额外授权的费用，光一套哈。就多了非常多的啊、哦，因为你要买到专业版嘛，那专业版的费用就跟一般的那个版本哦，哇，我记得好像差价差还蛮多的，啊、也甚至印象中一台可能要超过10000块哦，啊，如果说你公司假如100台就100万了，哇，不得了了，这个费用其实也是相当可观的哈、哦。OK，所以呢，需要的技术啊，第一个，等一下也许第一个，请各位哈、哦，先下载这个 sample。啊，sample 啊，请各位在哪里呢？一样在我们那个云端白板里面的输入自动化表单这边，好、啊，最下面这边有个 sample，请你按右键把它下载，或者点它2下，上面也有个下载。OK，我第一个啊，它档案还不算太小，好、啊，所以你可能要下载一段时间，啊，把它下载，我是放在桌面的哈、啊。啊，第二个的话呢，哈、啊，请你把它解压缩到哪里呢？解压缩到那个低点。不过呢，有可能一种情况就是你们低点底下哈、哦，可能已经有一个那个 sample，哎，这个，哎妈，那请你干脆把它这样 delete 掉，好、哦，我干脆 delete 掉重做好了，啊、哦，它 delete 掉哈、哦，然后呢，再把那个刚刚的这个下载的东西哈、哦，解到哪里呢？打开来哈、哦，也许你这解压缩到有没有？你就直接怎么样呢？解压缩到，好、哦。低点，按个确定就可以了。哦，也就是说呢，把这个 sample 的环境哈、哦，把它解出来。那 sample 实际上它是一个 web 伺服器哦，网站的伺服器啊、哦。其实它的作用不是只有建 MySQL，它里面还可以架 server 啊、哦，架那个网站的伺服器，在里面可以写 PHP 啦。啊、哦，比如说像很多网站其实就是用这个来架设的。啊，只是说我们是利用它的其中一个。MySQL 功能而已哈，所以呢，把那个原来有的先把它删掉，好，确定没有的哈，然后再把它解压缩到有没有？打开解压缩到低点，OK，那它的档案其实还蛮大的，它100多枚哈，然后，解出来可能更大，好像500多，我不太记得它的档案大小，不过解出来，那这个伺服器的优点是说哈，第一个它也是自由软体，第二个的话呢哈。哎，它不需要安装，它是免安装版。免安装意思说不用经过 setup 解出来就可以开始用了。但是你要做一些设定哈，哪些设定待会我们再来看。所以第一个，
我们先确定哦，有没有解压缩到那个低点底下？先确定，哎，低点底下有没有我们？哎，有 sample， 打开来 ，sample 底下的话呢，哈，你就会看到这些东西了。哦，啊，里面当然至少会看到这个啦，这个 sample 的图示哈。那至于呢，要怎么把它安装到我们现在的电脑里面？哎，待会再来看哦。第一个，啊，第二个的话呢，哦，其他那相关的动作了哈，其实在云端上。这边也有，好 ，OK， 如何改用那个 MySQL， 好，就是 MySQL 资料库。那第一个就是把 SAMP 的压缩档解到低碟，执行两个东西，一跟二，先执行 SLAP 这个，再执行这个那个 SAMP 的 Control， 所以把它解到低碟啊。不过特别重要，这个可能动作要小心了，因为虽然没有很复杂，但是很多人，尤其是初学没有接触过的。很容易做错，其实真的我做每次做100次都正确，但是同学每次奇怪就是一堆问题啊，啊大部分都怎么样呢？解压缩之后哈，你确定一下它 sample 里面不要再有个 sample， 啊不要一个目录又一个目录，这边两重目录就错了哈 ，OK， 啊第二个的话呢，是不是解出来正确？啊再来记得是解到 D 碟啦，建议是 D 碟或 C 碟，你不要解到随身碟。啊，也不要解压缩到桌面，也不要解压缩到有中文目录名称的资料夹里，因为之前就有一个同学哈，秒他就解到哪里，解到他的随身碟的什么吴老师上课档案哦的一个目录，那因为这个自由软体啊，很多都跟中文不相容，所以很多自由软体啊很奇怪，就是跟中文的名称。就不相容，所以这个可能你要注意一下，如果这些问题你都避开了，我想你后面练习只要照着我们那个步骤啦，我想应该都很顺利了， OK， 那这个东西它的功能很强大，那我们只是用它很小的一个部分哦。那待会我们只是希望怎么样，一把 MySQL 执行起来，二我们可以在那个 MySQL 里面建什么，因为它是 server 嘛，这个资料库的 server，那我们可以在那个资料那个 server 上面建什么？第一个一个资料库，第二个建一个资料表，资料表就是对应到工作表，然后呢第三个就是呢我们把这个工作表建完之后呢可以做到一件事，就是把我们 Excel 里面的资料直接转移到什么呢，哎，转移到资料库里面可以看到，那全部转移之后呢再把旧的删掉，再把它从资料库再把它捞回来，就是可以双向之间可以沟通的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大概 demo 到这样差不多了哈。啊，至于其他的步骤啦，如果你有其他的需求，你可以利用同样的方法去做，自己再改一下哈。所以第一个把 SAMP 解到低碟，第二个的话呢，执行 setup 这个，啊记得哦，点它两下，执行就可以了。OK， 这边有个 setup SAMP 哦，执行。好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，它有一个 please wait， 然后呢，如果你看到呢 have fun 有没有，那就恭喜你，表示呢你做的动作是没有错的。OK， 好，就这样子哦 ，have fun 就可以了哈、哦。啊，特别注意哦，你不要，如果你没有看到 have fun 呢，表示应该错了。啊，之前有同学遇到问题了，他好像不确定他有没有做错，结果他又执行第二次。其实你会发现哦，如果你执行第二次，他会出现什么 ？Sorry。But nothing to do， 为什么？因为你做过了。之前有同学问我，我看不出来，因为我大概都只有做过一次啊，我从来没看过这东西。后来才发现哦，原来你已经执行过了嘛，你执行第二次就会出现这个错误啊。后来我才知道哦，原来你执行两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再去执行什么呢？这个叫 SAMP Control， 我看一下，就对照这个了哈。一二，把那个 SAMP Control 呢，把它执行起来。执行之后的话，你会发现哦，你的右下角哈、哦、就会多一个图示。其实它一定会一，这个是 SAMP， 右下角有没有？这个地方有没有？会多一个这个图有没有？那恭喜你，表示你已经把这个伺服器给run起来了。那这个伺服器里面包含几个东西？一比较重要的哈、哦，其实就是两个，一个是 Apache。这个 Apache 就是 Web Server 啦，就是网站的伺服器。第二个是 MySQL， 那 MySQL 是架设在 Web 环境下，就是一个
网站的伺服，因为我们要管理那个 MySQL 啦，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个什么网站的网页去管理 MySQL。那当然呢，有同学想说，老师，那我可不可以不要用网页的方式去管理它？当然可以啊，可是问题你要下很多的那个指令呢，那个指令怎么样？哇，你要下一大堆，而且你要自己去把那些指令给背起来，那太困难了，我不太建议。我建议你用图形化的，所以呢，把这个键架起来之后呢，这个把它什么启动哦。啊，如果你等一下看一下，如果可以 start 它，这个就是网站伺服器，它就 run 起来了。OK， 你会发现呢，它这个时候呢，你的那个 server 就 run 起来了。第二个按一下 MySQL， 再按一下，哎，如果你这个时候呢，哎，看到正常是这样了。当然之前有同学是按下去闪退，那就是有问题了。好，不过理论上哦，你会发现我做太多次，奇怪都很正常。可是奇怪就是每有人就做了，就每一次就不正常。我现在也想不到到底哪边。所以只要你刚刚做的动作没有我刚刚讲的那些错误发生的话，应该啊、哦、都 OK 的啦。好、哦、好，请各位先把这部分先完成哦，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。